帮他抓，好吧？对抗路你就放养他，对抗路就让他自己两个人好好对抗就完了。打野抓射手路，法师抓射手路，就全部围着射手路打就行了，把对面的射手按在地上摩擦，自己家的队友起，自己家的射手起来了就好了，好吗？玩嬴政一定要把经济刷起来啊，你不然你这个大招到时候连他们那个魔女斗篷都破不了的话，大招就废了。限时活动点越剧，好，我等一下出去点，不急。大仙粉丝徽章会掉吗？你好像每天你刷免费虎粮就不会掉了呀？你把我这个粉丝牌子挂着，时不时有的时候免费弹幕抽奖啊，是不是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，肯定是 OK 的呀。你为什么让你这个有牌子了后，你这个虎粮多的话，我基本上每天都会虎粮，以后虎粮抽奖开了，每天都会虎粮抽奖，你参与一下，没准哪天仙缘到了就中奖了呢。AD 嬴政玩不了啊。为啥玩吕布的这么多了？因为现在都是对抗路嘛，吕布打战士都是还是挺好打的呀，你懂我意思吧？你原来打射手这个吕布可能稍微抗压一点，你现在这个吕布打战士还抗个什么压？直接把战士按在地上摩擦呀，你说是不是？好，他就打我一个人，我就不怕他呀。你刚才不要跟那个野怪站一起，对不对？你站开一点就 OK 了呀，是吧？他只打你一个人，你怕他干嘛呢？你如果站在一起，他那个左右横弹，弹你特别难受，这什么意思啊？人家满血把他按在地上摩擦了，不是吧，老哥？哎，不是吧，老弟？不是吧？哦，是的呢，哥哥，锤他！为何要怂？勾的好啊，给了个大招，然后呢？都得死，都得死，都得死！这什么？打了个半天三换二。吃口药，走个位，咱们再吃一口。这不就可以打起来了吗？扔啊，扔！全部都接，好兄弟，击飞甲，他一拉。换个盾，他还打不打？买了个装备，吃口药。一技能帮一帮，上路过去给个大，是吧？围绕射手路打没有问题，发起进攻上他。别慌，别慌，我在。好，差不多这个角度，来，我们一起扫他。我在路上，我怕碰到猴啊。去把中路再守住，不停的抓上路，不要去管下路，下路他们就对自己对抗就行了。好，这边打暴君，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啊，暴君可以拿。好样的，给了个大招，普通攻击全部都死了。好，对抗路崩了无所谓，你只要射手路是 OK 的就行了，好吗？狂铁为什么也强？就是因为现在战士打战士嘛，所以说狂铁啊、吕布啊，他都是有优势的。好，扔一手，
他应该死了。团铁过去了，哎，这跳跳跳，得走了。这就没办法呀。嗯，看这个小野怪我能不能拿到。哎，我们这样帮射手，那个射手还是打不过鲁班，说明这个鲁班玩的还可以。好，把这个技能拉一下，拉扯一下。哎，哎哎哎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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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波被他杀了，很伤。这猴子是会玩的，刚才看他几波跳棍是有想法的。好，这里要反这个红 buff 了。嗯，扔 A 可以拿到了，塔拿了。问题不是很大。直接帽子。逼他走就行了。这能杀我们就不过去了。能杀个鬼。嗯。我们中路一定要不要掉啊。嘿，不知道猴子呢，猴子把真知主宰给杀了。我觉得凯对线经验差了一点，他不应该被那个凯爹，怎么可以被狂铁按在地上摩擦呢？我不敢往那边草里面走啊，我怕有这个猴在。耗着吧，撒个一技能看一下。勾到了，漂亮。别别别别别！哎哎哎！他挡到一半不敢挡了呀，说明我们伤害是起来了呀。帽子，回家。现在我经济应该还行，5100，但我还是，你看，就是我这种拿了四个人头，拿了四个人头，中路一波线没有丢的，丢的人，我这个经济他还是不如拿了一个人头的鲁班。你说为什么要死压？死压发育路，现在这个射手发育你真的是挡不住。为什么说这个版本射手是爹啊？说他是爹是有道理的呀。就是不敢对线了。勾到了，勾了，漂亮！哎，没扔回来吗？猴子 ，OK， 他们这一波要炸的，能不能再勾一个？漂亮，起飞了！哎哈，我这普通攻击能 A 一下，被他直接拉走了。好家伙，这个减炸了后减速有点麻烦。直接点塔，直接点塔，说不定一波了，一波了，一波了，一波了。
游戏结束了，还行，好吧。你中路打法师现在的思路也是这样，你下路真的不好抓，我们这个伤害他也不能说一波把狂铁给带走，就不停的抓上路，抓上路拿暴君，玄策带飞。那你不能这么说，是不是？我这还是做出了成吨的伤害的呀，好吗？看到没，35%的输出。你虽他是最后人头拿的不错嘛，但整局下来这个伤害量是咱们在打呀。哦，我要去拿个皮肤，等一下。